主料，黑芝麻100克，核桃10个，花生50克，辅料，绵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黑芝麻先炒熟，花生用微波炉或空气炸锅炸熟，去皮后放入保鲜膜用擀面杖压碎一点，核桃去壳后放入保鲜膜用擀面杖压碎一点，先把核桃仁炒一下，关火，再放入花生、黑芝麻拌匀，放入白糖拌均匀，放凉后放入料理机磨碎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糖量根据自己口味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